down. What?关注末世觉醒官方平台，解锁更多末世求生技能。杀几个人就这么费劲？先弄死一个再跟我说话。去死吧！不好 ，RPG。快点快点，出发喽！轮胎也换好了，哎，快上来吧。嗯，好的。刚才特任那帮人拿着逃跑的方向是……你问这个干什么？他们逃跑的方向……我查一下。好，不会是……应该是 AI 锁定区。那他们可真是疯了，他们应该知道在荒野里是无法摆脱追兵的，这恐怕是他们能甩掉尾巴的唯一办法。那结果还不是一样会死，没人能穿过那片区域，但起码可以死个噼里啪啦了。换成是我，我绝对不会这么干。那你会怎么做？是啊，先活下来再说咯。怎么样，铁渣？老子可不想和你们一样。
这是要去哪儿啊？下车，下车。罗晋，你只要跟好就行。自己小心啊。哎，这是什么地儿啊？太危险了吧。就你话多。安全，下来吧。不好了，不好了，虎哥，神父让您过去一趟，他说一直联系不上您。跟个宝藏的去，把所有的人都叫上，全部去教堂。是，全部，全部。是。
我去，特日这小子真行啊，竟然偷摸在这儿藏了这么一个大家伙。惊喜吧，跟你说你还不信。就是这儿了，这车的前胎都被打废了，得赶紧轮换。嗯，我们时间不多，要抓紧。没问题，这应该是上次开门的时候被打爆的吧。没错，我先去里边检查车况，咱们分头行动。好，这边交给我了。何明，怎么样？没骗你吧？里边还有好东西呢。来来来来，先这样，你先到周围翻检一下，找找工具跟备胎。我们要先把这个给换了，没问题吧？啊，没问题。那好，抓紧时间啊。这也没什么吧？不就是一辆破车吗？我当什么呢？也就那么回事儿，也没什么。这一惊一乍的，哎呀，何明，何明，你干什么呢？啊？哎，不是，这也没什么呀，不就是辆车吗？装甲车。喂，要不你先到屋里去看看，还有惊喜呢。哈，比我脸还惊喜啊！哼。OK。看了就知道了。好了，来去去，快去。哎，装什么神秘呀你？哼，嗯，哇塞！车队有消息了吗？车队目前失联，快点快点！根据最后的定位，他们在 AS 总区附近。一群废物，这边保卫。一切都妥当了，再把那玩意儿装上就更完美了。哎，你说是吗，马三？嗯，是啊。哎，走了，肉鸡，走，咱搬枪去。哎，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来，就在这儿，这可是好东西啊！啊，快点吧你啊！好好好。当当当当，嘿嘿，哇塞！
你小子可以啊，这身行头搭配不错啊。是啊，铁渣，你这样好帅啊。闭嘴闭嘴，这有什么呀？这是，这才叫专业，懂吗？你们看看哥们配的这把416，绝对骚气。看看咱这小豹纹，看看看看，懂吗你们？哎，走了走了走了，这个哦，别搭理他，别说退出来了。你别说，特尔这小子真能囤货啊，倒是什么都有。换一个换一个。小心啊。五五八还不错啊，就他了。请进。该出发了，姑娘们。时间地点都已经跟对方详细明确过了，我们应该抓紧时间了。是吗？那真是太好了。那个，你放心，有我在，一定会保你们安全。好的，那么一会儿见。对了，接下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这段路不会很长的，你说是吧，林？一切都没问题吧？哎，放心好了，没问题。那就好。装什么装？一天天的这。好了，记得把棚户盖好，别太招摇。咱们这就准备出发了。好，好的。准备好了吗，帅哥？等明天任务结束，到了安全区，咱们可得好好喝一杯。你说是吧，铁蛋儿？叫谁铁蛋呢？在风火镇把我憋坏了，我这一把我要大开杀戒，一定要好好爽一下。你把枪给我放下。你的任务只是配合我们找人，不是惹麻烦。明天的任务不能出半点意外，都听明白没有？明白明白。装什么装呀？好了好了，铁蛋，他也是好意。这次任务，大家必须谨慎，不能有意外。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出发。Copy, Captain。出发喽！你猜呢？这个第一季啊，其实它的故事是只是整个事件的一个开端，然后。
剪穿着剪吧。不不，你现在是这样，我想打断你，你在说东西的时候啊，你老没有个头。咱们这个剧吧，它这个实验性质会比较强，我们更想会把这些一些美剧的一些电影里的一些视听方式给放到这个动漫的表现形式里边来，让观众有一种更立体的一种观看感受吧。咱们第一季的故事啊，实际上是特别简单，就是讲了一个组队的一个故事，小人物组队的一个故事，然后通过小人物组队如何组队，如何去完成任务，去揭露出这个末世的整个大的一个生活环境的一角。首先咱们说一下，这个它不是回忆，它其实它就是既是倒叙，也是梦。就马三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厂工人，那马三呀、何明啊、铁渣呀、若基呀，他们就是普通电厂工人，并不是什么职业军人。马三确实有特异功能，而且这个特异功能其实我们给他设定挺平民化的，对，平民化的一个特异功能。他的特异功能是什么？其实就是即视感。即视感实际上就是对未曾发生的事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你来到一个陌生的一个环境，然后突然间有那么一瞬间，你被味道、一股气味，或者是某人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物体的外在形态，给你产生了一种引发，然后你突然间感觉这个地儿你好像来过，好像在梦里，经历过这个事儿。即视感来源于就是梦，它属于梦的一个碎片化，因为梦是不可记忆的，所以我们经常做完一个梦特别牛逼，但是到第二天就忘了。但是当你有事件触发你的时候，你会回忆起你做的这个梦，所以马三的特异功能就来源于梦跟即视感。所以说就绕回来就说到马三，就是前三集那发展的事发生的那些事件，它既是倒叙，也有很大一部分就是马三的梦。马三会混淆现实与梦，就试想一下，如果你经常会做一样的梦的话，或者连续性的梦的话，你就会很难分清哪个是梦，哪个是现实。因为我们在梦里边的时候，你为什么会感觉梦是真实的呢？是因为梦，你在梦里边那些五感都会存在。马三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这他特异功能的一个点也是在这个地方，他的梦是连续的，而且是老是循环往复的，这样就会不断的暗示跟提示他，会让马三对现实生活跟梦产生一些混淆。我们这个剧里边它采用的是一种群像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说单一的谁谁是绝对的主角。它是这样，就是说你要讲述一个末世环境，一个全新的一个背景下，那么它不可能是一个人，它是一个群像，它是一个众生相的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身生存的一个本领，每个人有自己生存的一个诉求，最终他们体现出他们最终都是以求活 对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求活，不管马三也好，何明也好，铁渣也好，克拉克也好，特瑞也好，神父也好，这些人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活着。就是每个人可能有一些生存技能而已，只是生存技能，但不是这种特种兵的这种作战技能。职业军人他们来做的话，也是先打击身体，然后再打击脑袋，因为你直接打击脑袋这个风险系数太高了，因为脑袋在整个人体的占的面积比例是最小的一部分，如果万一你瞄不准打不中的话，一旦出现意外的话，就会给自身造成危险。对，就关于第二季的这个大的故事发展吧，现在还真是不太方便透露，因为我们现在设定的第二季的故事会彻底颠覆观众对第一季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故事的来龙始脉的一些认知。马三在第二季里啊，他的即视感会跟第一季里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第一季即视感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完全蒙圈的一个状态，但到第二季他很笃定这个是他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一些事儿，他必须要利用即视感去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能让他的命运发生一些转变。差不多
不能再多说了。反正就对刚才那个郝老师这边说的挺 OK 的，就是第二季里边一个重要一个点，就是马三，反正已经都说了吧，咱就再多说两句。他开始慢慢可以控制他这个特异功能了，利用他这个特异功能去完成一些比较笃定的一些事情。对，就到这儿吧。铁渣呢？铁渣，铁渣死没死？你自己是编剧，你问我铁渣死没死？那就不死，那好，要不然配音生涯结束了。特别感谢这个莫氏的粉丝们这几个月来的一路的这个陪伴和支持，在这里特别感谢大家，特别感谢。按照我们的计划来说，莫氏第二季跟大家寒假见。想了解更多莫氏资讯的话，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对，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欢迎二刷。欢迎二刷，欢迎二刷。哎，我是铁渣，用腾讯网卡免流量看末世觉醒，扫码就可办理哦。